好，这个例题呢，就说有一个圆周，半径是 R， 在圆周上面均匀地分布了总电量 Q， 要求 P 点的电位与电场，求 P 点的电位与电场。我们上一次求过电场，对不对？用连续分布电荷求电场。那么今天我们我们先求电位，然后由电位来求电场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连续分布的电荷。好，你要用连续分布的电荷求电位的话呢，我们就用这个式子了。我们现在第一件事要取 dQ 啊， dQ 怎么取呢？当然要在有电荷的地方取了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取一个 dQ 啊，取 dQ。 然后 R 是什么呢？ R 就是从 dQ 这一点到 P 这一点的一个位置，就从这里啊到这里的一个位置向量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式子 R dQ 的 Q 呢，它分布在整个圆周上面啊，我们就做一个封闭路径的积分。那么在这个积分里面， R 是个常数，因为你只要是在这个圆周上面取的 dQ， 到这里的距离都是 R，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R 提出来。R 提出来，那就变成四 pi epsilon zero R 分之一啊。然后 dQ 的积分呢，就是大 Q 啊。dQ 的积分就是整个大 Q 嘛，啊，好，那么这个当然完全正确，不过这样的表示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因为这里有一个字母 R， 是它原本没有给我们的，它没有给你这个 R。我可以用这个 R， 我可以用 S， 我可以用任意的符号来表示。那么所以呢可能十个人做十个表示法都不一样啊，这样不好。我们一定要用它给我们的量来表示。那于是我们就说，你这个 R 根据这个直角三角形， R 等于什么呢？啊， R 就等于根号大 R 的平方加上 Z 平方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个带进去就得了 V， 它是等于 potential 啊。 potential 求出来以后，我们要求电场，我们就可以由电场的电场跟电位的关系来求。那我们现在就由这个来求电场，由E等于负的 gradient V， 由这个求电场。好，那么因为它现在，我们不管你把这个当作是圆柱坐标也好，你把它当作是笛卡尔坐标也好，它都只有 z 的一个 component 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说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它的 e 只有 z component， 只有这个 component， 这个 component 是等于
So that the partial B over partial Z 啊，等于这个。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来算一下，啊，这个做偏微分，那我们就把常数项写在前面，partial over partial z， 然后这个是 r 平方加 z 平方的负。 二分之一次方，啊，五千的微分，啊，微分负的二分之一，然后这个就变成负二分之三，二z啊。那我们把这个整理一下呢，负负得正，二跟二约掉。 所以它最后的结果就是 qz 4pi epsilon 0 这个啊，这跟我们上一次直接由连续分布的变和积分。 求出来的电场是一个样子，对不对？以后如果电位跟电场都要求的话，你就看看是哪一个容易求。电位容易就先求电位，再求电场。如果电场容易呢，我们就先求电场，再求电位啊。啊，像这样子，你求到 V 了，再由 V 由这个来求，你不能够。 说我求到这一步了，然后我再用积分来求电场，那个就不好啊。特别你在外面考试啊，像这一题，如果你这么做，分数可以满分。如果说你做了这个，然后又用积分连续分布的电荷求电场的方法，用积分来求，可能他那个分数就不给你。 因为他这一题啊，就是要看你会不会用这个式子，主要就是看你会不会用这个式子。那你在写做题目的时候，这一步一定要写出来啊，因为他这个眼睛一看这个题目扫描过去就是看有没有这个东西，那你懂不懂这个？他就是要看这个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其他的例子。 啊，这一题我们以前求过它的电场，就是有 Q 的电荷均匀的分布在一个球面上面啊，总电量是 Q， 我们以前求过任意一点的电场，今天我们要问，我在空间随便找一点。 要求它的电场跟电位，求这算 P 点了，哎，我们还是要求电位。啊，你现在拿的题目我说过，你要先分析一下啊，先把题目先搞清楚。啊，他要你做什么？ 要我们求它的电场跟电位，那我们就马上想一下，我学过哪一些求电场的方法，哪一些求电位的方法，就是把它算一遍，然后看看这个电荷是怎么分布的，它是连续分布的，连续分布的电荷呢，我们学过计算电场的方法，也学过计算。 电位的方法，如果是用连续分布的电荷，用积分的方法来求电位跟电场，那是求电位比较容易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存量啊，不是向量啊。可是因为这一题它的电荷分布有球状的对称，所以用
所以求电场它有特殊方法，就是高斯定律可以求电场啊，而且非常的快，非常的简单，但是没有什么高斯定律求电位的啊。电位你要求啊，那你如果要用积分来做很慢，所以我们呢就先求电场啊，先求电场，哎，分析好了以后求电场。这个电场我们已经求过了，我就不再求，我就写出来啊，由高斯定律，由这个高斯定律啊，我们得，我不做了，直接把这个结果写出来，它是等于四派 epsilon zero。R 平方分之 Q， R 这个是 R 大于等于大 R 的时候，那么如果是在球内的话呢，它是这个值啊，我们用高斯定律得到这个。如果我考这一题，你不能这么写啊哈，因为我黑板上讲，我是讲过了，不讲了。我要考这一题的话，我就是要看你会不会用高斯定律求电场。你要真的用高斯定律把它求出来啊！好，电场求到了，求得了，我们就可以求电位。这个时候用什么求电位呢？我们用这个式子求电位啊，我们由VA 减 VB 等于电场的线积分啊，由这个啊，这个算第二式啊，求我们先求电位差，先求电位差。VA 减 VB， 那我们就用这个结果啊，这个结果呢它分两个区域啊，球外面跟球内部啊，我们现在先求啊，在 R 大于大 R 的区域，这个时候它的电场是这个，电场是这个啊，那你就把这个带进去 VA 减 VB 它等于四派 epsilon zero 分之大 Q， 然后这个里头呢就是R unit vector， R 分之一 ，R unit vector dot dl from A to B。他们很多同学就是这么写。我问你，那你这么写的时候啊？什么叫 VA 什么叫 VB 啊，什么叫 VA 什么叫 VB 啊，你们知不知道啊，啊你这个积分都是 DL 线积分，原哪一条路径呢， A 跟 B 又是什么东西啊，不懂啊，人家看不懂啊，你懂啊， 你闷在心里懂啊，人家不知道啊，那我们千万不要写一个东西别人看不懂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画图，哎，把图画出来。我们就把这个，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带电体啊，带电体，它的 Q 在这里啊。我们现在在
空间随便取两点啊，这个算是 A 点，这个算是 B 点，这就是 A 点 B 点。那这个路径就是它的积分路径，就是积分路径啊。这是球心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是以球心为参考的 R position vector。那么这个电场是什么？这个电场就是那个电场，就是这个球带电量 Q 的球在这里产生的电场。这个电场是等于什么 ？R 的方向，对不对啊 ？R 的方向，所以它是朝这边电场。DL 是什么？沿这个路径做线积分，你取的这个 DL 就是切线方向的一个位移基数，切线方向的位移基数就是这个切线，切线方向的位移基数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 R unit vector， 这个是 R unit vector。 好，那么VA 跟 VB 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个是 R unit vector。 好， A 点到这里啊，这个叫做 RA 啊，这个位置向量叫 RA， 这一点的 potential 就是 VA。 从这里到 B 点的一个向量就是 RB， 然后这一点呢它的 potential 就是 VB。 好，你把这个图画出来啊，这里有的符号这里通通都有了，别人就看得懂啊，你不要做了以后三个月以后你看不懂啊，自己都看不懂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从这里继续下来啊。那 R unit vector dot DL 是什么？ R unit vector dot DL它就是 DR， 因为 DL 是三维空间的一个 displacement 系数，它可以等于啊三个分量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原 R 方向的，有原 theta 方向的，有原 phi 方向的。那么 R dot theta unit vector 等于零 ，R dot phi 方向的unit vector 等于就 r dot r 等于一嘛，那这个方向的分量就是 dr 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式子，我们就写 va 减 vb 要等于四 i epsilon zero q 啊。R 公斤 ，R 平方了，不是 R， 我看的是电场是平方啊，那就是平方。好 ，RA 到 RB， 这个我们都做过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它就等于四 I epsilon zero Q， 然后是。R A 分之一减掉 R B 分之一，啊，做到这一步啊，这个是什么值呢？这个是 V A 减 V B 的值，这个电位减到这一点的电位。我们不需要你求这个，
我们要求的就是我随便找一点电位是什么啊，要求电位。好，那我们讲过电位差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电位呢它积分的时候，如果是做不定积分，那每一项都有一个 constant， 那两个一起，两个都做不定积分都有 constant。如果你一做定积分呢，这 constant 就减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说它的 potential 是什么？啊，绝对的 potential 可以由，就说哪一点的 potential 作为标准，可以由我们来取，啊，我们来取，因为反正哪一点做标准都没关系，啊，比如说你这点作为零。A 点跟它的电位差是 VA， 啊，这个是零，电位差是 VA 减零就是 VA 啊，啊，那这一点就当作是 VA 啊，就是 V 啊 VA 啊，另外一点就是 VB 啊，是这样子的，啊，那现在我们可以任意取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取一个比较方便的啊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设定一个。零电位的标准设定 RB， 我们就假定 B 点是在无穷远，那它的电位我们就定它等于零。我们看这个 RB 在分母，所以无穷远的地方呢 VA VB 就是零。然后我们说 RA 呀，就代表是空间的任意一点，那么 VA 就是任意一点的电位 V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值带进去，啊 ，VA 就是 V，VB 就是零啊，所以 V 就等于什么呢？等于四。Epsilon zero 分之 Q， RA 就是 R， 这个是无穷大就是零， V 就是这个，啊 ，OK， 啊，那么任意一点的电位，这是哪一点呢 ？R 要大于等于 capital R 的时候，在外面一点啊。他们都是跟零比啊，无限远的地方电位是零。啊，这个外面做过了，这个区域做了，现在我们就做 R 小于大 R，R 小于大 R， 你也可以画一个，跟我们刚刚一样啊。我们先写 R 小于。就小于 R 大 R 的区域，啊，那你这里就说这个是 A 点啊，你随便画一个路径到 B 点，这是电场。然后这是 DL， 啊，这是 VA， 这是 VB， 啊 ，RA， 这个是 RB， 这个是 R。这个是 unit vector， 好，画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啊 ，VA 减 VB， 现在等于什么呢？它是四派 epsilon zero r 38，啊，里头就是 r。
Our unit vector dot DL, just DR, or we can just say DR. Now RA dot RB. 好，这个积分呢，就等于4πε0r 三次方程式 q， 这个 r b r 积分就是1/2r 平方啊，啊，就我们1/2乘到这里来，就变成8π啊。 那这个就变成2b的平方减掉2a的平方，啊，这个值啊也只是一个电位差，这两点的电位差。那要求电位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不可以像这样子再设定一次？啊，2。 在无穷远 ，v 等于0可不可以啊？不行啊！就说一个题目只能有一次设定，而且你也不能设定无限远，因为它是在球内嘛，你不能距离动到球外去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哎，我们要用到一个很重要的定理，很重要的概念啊，各位。 各位要了解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啊，先做一个说明这个概念。比如说，我们画一个轴，这是 R， 啊，这个是 V， 啊 ，V 跟 R。 如果 v 仅仅是 r 的函数啊，就表示说，如果 v 仅仅是 r 的函数啊，那么我们可以画它的这个曲线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么根据这一点呢，比如说在 r 0这一点是连续的，这个电位是连续的。 啊，电位延续的。那么，我们说这个时候的电场啊，要等于2的分量啊，partial v over partial r， 因为它仅仅是它的函数嘛，我们就写这样好了。dv over dr 是什么意思啊 ？dv over dr 什么意思啊？ 就是这一点的斜率啊，对不对？负值呢，就是这一点斜率的负值啊。那这个斜率呢，当然就是这个了啊，这个这条线段的斜率啊。但是如果说啊，电位不是连续的，那它可能是这个样子。 不是连续的啊，它到这里来啊，然后呢，变成这样，它在这个地方不是连续啊，2的地方，这个地方电位啊，这里是连续，一到这边呢，这里不连续，它一下就跳到这么高。 不连续。如果这一段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你 20啊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做一个，因为这里连到这里就是这么一个陡的线嘛，它的这个你画这个切线就是这样一条，这条斜率是几度啊？我们说这个角度几度，跟水平夹角90度啊。 那么它的正切函数就是斜率啊，tan的90度是无限大，对不对？啊，无限大，所以，这个时候我们说，1r要等于负的partial v over partial r
在2等于2零之处approach infinity， 把电场变成无限大是什么意思啊？ 电场比如说单位正电荷所受的力，它是有无限大的力，这个不合理哈。我们你再怎么做，电量再总是有一个定值，不可能无穷大。一定的这个电荷产生的电场不可能是无穷大，所以这个无穷大就不合理。 既然它不合理，那么就不会有这种结果，这种结果就是不连续，因此我们说电位啊有连续性，电位有连续性，这句话一定要记住啊，以后我们都要用这个特性呢，电位的值一定是 finite 电位函数一定是连续的，好，那我们说这个电位，拼得到这里以后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就说，电位要连续啊，怎么连续法呢？就是里头一点必须跟外面一点要连续。 就是在这里要连续，在表面的话你也算里面也算外面啊，那里头的电位我不知道，我们不晓得，但是外面的电位知道啊，外面电位就是我们刚刚求出来4π0R分之 q 啊，外面的函数我们知道啊，那我知道外面，我就说当这个 r 接近表面的时候。 表面就是它的值等于大 R 的时候，它跟里头的电位啊，区域表面的值要相等。好，基于这个理由，那我们就这是一个特性哈。好，那么我们由电位。 的连续性得知，当 Rb 等于大 R 的时候，就是 B 点在电位，我假设 B 点是在表面上。 那么 B 点的电位就要等于什么？等于外面电位函数，当 R 趋于大 R 的时候，所以它就可以由外面这个来求啊。啊 ，VB 要等于，把外面的函数写出来， 4 epsilon zero 啊 ，R 分之 Q， 这是外面的函数，好。 它要等于 R， 在这个位置，不是随便位置都可以啊。表面上的时候，那因此这个值等于什么呢？它就是等于4π epsilon zero capital R 分之 Q VB 等于这个啊，在。 在小 Rb 等于大 R 的时候 ，Vb 是这个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，我们再设定啊，令 Ra 等于 R，Va 就等于 V。好，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，这是第几式啊？我都忘掉了，第3式啊。 把这个值带入 equation 3， 把这个跟这个带入 equation 3， 好 ，VA 就是 V，VB 就是这个，好
and 4 pi epsilon 0 r 35 into q. 要等于这边 8 pi 这个是什么呢？ 这个是 RB 平方， RB 现在是等于大 R， RA 是等于 R， 你可以看得到看不到？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项调过来，你看这一项跟这一项呢？ 差在哪里？这个不是这个，这是 R， 错了啊 ，BB， 你看这个，我分子分母同乘 R 平方，大 R 平方，那么就是 R 三次方又大 R 平方，所以这个跟这个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分母通分一下，这个乘二，这个也乘二。 所以呢，它就等于这个拿过来啊，这就变成8 pi epsilon 0 r 三次方两倍的 q 大 r 平方，跟这个加在一起，它就变成8 pi epsilon 0 r 三次方 q， 这个再加两倍的 r 平方。 就是3倍的 r 平方，啊，减掉 r 平方，这个电位就是当 r 小于等于大 r 的时候，这个。那我们现在把电位跟 r 的关系，电场跟 r 的关系，我们画，把它的函数曲线画出来看看。 电场跟 R 有什么关系啊？在 R 小于大 R 的地方，电场是 R 跟 R 的一次方成正比，所以啊、哦、不是，我写错了，刚刚是错了，我把这个弄到下面一笔去了，因为我把这个电荷，我看看。 弄错了，这个是下面一句话，它这个里头啊，弄错了啊！我刚刚是电荷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啊，那这个题目呢？是整个还是？我刚刚是假定这样子。 电荷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改一下，改成这里，你把题目都改一下，改一下，要不然的话，它里头的电荷，这个里头的电场是等于零的啊，并不是我们的，并不是我们刚刚这个值啊。有时候啊，会搞不出掉啊。好 ，Q 是在里面哦。 你把题目改一下而已，你把这个 q 啊改成在里头而已啊，在里头，哎，好，这个值等于什么呢？这个是一等于。 epsilon 0 r 三方分之 q r， 它跟一次方成正比。好，到外面来以后呢，它就变成这样，一是等于。 4 pi epsilon 0 q
小二平方分之 Q 啊。好，那么它的电位呢？电位是这样子的，里头是这个函数 V 跟 R 平方成比例，那么这个是一个抛物线这样的一个抛物线啊。到了外面呢，它就是这个是一等于八派 epsilon zero 啊 r 三次方分之 q 三倍的。好，这个是 v 等于四派 epsilon zero r 分之 q。这是函数曲线啊，这个是实心球啊，我刚刚画成空心的，这个我做是做实心的啊。